聖誕節都咁熱㗎！聖誕假期陽光充沛，最高氣温達28度，預料未來幾日仍然相當和暖。要包得大啲，靚啲。你哋咁樣咪仲好多紙？今次我實快啲，狼哥你又偷步，等埋一齊搭 lift 啦，可以慳啲電啊嘛，講極都唔聽嘅。爺爺，唔抵你咯，你等下一部 lift 啦。好熱啊，開冷氣先。都唔係好熱啫，唔開冷氣，享受下自然風咪仲好。好熱啊，校低啲温度先。唔使啩，咁至够舒服啊嘛。哦，哇！天乐、海欣，准备食饭啦！好嘢，有火鸡食啦！你哋慢慢食啦。爷爷啊，你细个中唔中意食火鸡噶？爷爷细个边有火鸡食噶？嗰阵时啊，有个蛋糕仔已经好犀利噶啦。最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前夕，嗰阵我大概10岁左右啦。我半夜起身，点知俾我见到圣诞老人啊！圣诞老人仲送咗份大礼物俾我添，我好中意噶。咁系咩嚟噶？秘密，话你哋知。唔好瞓啦，醒下啦，起身啦。你话会唔会真系有圣诞老人呢？有啩，爷爷话有噶。哥哥，佢嚟啦！咦，都唔似嘅，乜圣诞老人唔系着红色大褛嘅咩？又系喎，小朋友，我系圣诞老人啊！你都唔似圣诞老人嘅，我真系圣诞老人嚟噶。我真系圣诞老人啊！点解间间屋嘅人都当我系贼噶？放开我两个孙啊！明仔，你唔记得我啦？明仔，你系唔认得我啊？咁冇办法啦！好，唔使惊。你圣诞老人是你啊？圣诞老人啊，做咩你头先着成咁啊？啲细路梗系唔认得你啦。唉，我都唔想噶。而家天气咁热，着住呢套衫四围去，真系会热到成身汗噶。你唔系住喺冰天雪地嘅地方嘅咩？嗰度都热。唉，你哋有所不知啦，而家冰川都融紧啊！唔系啩？真噶，我嚟香港嘅路上见到成个地球都越嚟越热。等我话俾你知啦 ，music。有所不知，今天地球热烫手，独个在眼里流，雪地变小，似乎。不了太久，提提大家，冰川融化，进流入海能好可怕，就连冻土都开始转化。
水位上升，海正膨胀，从前绿岛如今水乡，住人立土，今天怎么会变了样？大家身处这一地球，在佛寺看已聚满额头，你若放手，确实撑不了太久。何来幻觉？不见湖泊，荷塘尽干，难可耕作。田园绿野都转得干涸，像闭幕。地球大哥，感觉难过，仍然在烧，何方出错？你无畏躲，可将功补过，别再拖，别再拖。